平的，手腕一松，拉到原来的位置，然后嘴咬个大圆圈，轻轻的屈股头顶，啊，手指朝天，肘往里靠，拇指对眼睛，轻轻的下，你看，啊，是这样直的下来的，看到吗？脸的一颤，后移，你看手不变，好，变，手指对脊背，直刺到底，轻轻的刺到底，好，再慢慢的弯手，屈股头顶。好，肘往里靠，拇指对眼睛，轻轻的下，啊，手指伸直，刺到底，好，下面嘴我的动作啊，下，到胸前的高度的时候嘴呢，收到前面，轻轻往上推，不要抬头，然后嘴呢，罩住。轻轻的往下拉，沉舟垂肩沉舟，然后到颈部的，轻轻的往下压，啊，到腹部的时候注意了，轻轻的照一下，松掉，轻轻的吃大指，对，下去啊，下到底，手放下去伸直，手伸直，肘打开，啊，伸懒腰一样哦，轻轻的向天空。然后嘴啊，掌心向对之后向外，掌心向外的时候脚周屈周，两条直线，你看呢？这样平的下来，轻轻的。你到胸前的高度的时候，看我手的变化，肩膀不拉，把肩膀松掉，然后转掌。下去的时候嘴了啊，手指伸直的，轻轻的下到底，下到底，这边用力啊。然后嘴了到胸前，抓住，轻轻的分开，啊，然后嘴啊，再轻轻的压进去，嘴手掌，再轻轻的分开，嘴手之间，好，手腕一松，慢慢的拉过来。男的左手，你的右手，手指向前，轻轻的拉进来。你看我手指的，看到吗？然后嘴啊，关键就是后面的手啊，手指伸直，轻轻向前推，前面手心松的，轻轻的往后拉，一前一后，看到吗？啊，好，前面的手松掉，后面手指伸直，轻轻的推，慢慢的拉。啊，不慌不忙，心平气和的做。好，在胸前的高度，掌心松的。好，进来的时候注意了，掌心平的，肩膀往后拉开。好，脚肘分开，松的。下去的时候是平的，下到。好，然后看我的手啊，手指不要往下，手掌对地。上松的，看到吗？手心看不到的。对啊，垂肩沉舟，虎口相对，端前的高度。好，再平的进来。啊，动中求静。啊，呼吸自然。手心对手背，男左女右，在身体的前面交叉下来，在身体的中间交叉下来。平的，始终在伸直。到下面的时候，手要伸直的啊，轻轻的分开。分开的时候，嘴了，手轻轻往后拉，肩膀往后拉，手在身体里啊，在胸前交叉，男左女右，手指伸直，交叉推出去，平的。推到底的时候，嘴了，翻掌，轻轻的拉开，在胸前的高度。要慢慢的做，啊，拉伸叫直线，啊，下面注意了啊，看我手的变化，一进一松啊，开始，啊，再
在清净味道身体的两侧平淡松的，好，提到胸前的高度，尽量用肩膀往后拉开，平淡，脚肘分开，松的，啊，这时候都松的，然后注意了啊，轻轻的拉进来，手心朝前，你看我的手掌向前的，脚肘，脚肘。你看我直线推直线拉的，好，停的，再轻轻的分开松的，再左分开停的，好，下面注意了啊，下面第二遍的时候我不讲了，你们。